这拿来做车辆的那个拍摄哈，效果应该也是不赖了。就一个人在那边胡搞瞎搞哈，啊，做出这样的效果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啦，还可以接受。那事实上可以弄得更好的哈，就是说我没有把它发挥到临界值，因为很多东西都还可以再安装上来。但就毕竟就一个人嘛，那个要胡搞瞎搞也是有个程度，也不可能说漫无目的没有止境的这样子弄下去。再来就是这个可能这一次做完就没有再弄它，就是因为不是很受欢迎啊，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这个需求跟回响，所以可能就做完这一趟就不玩了。